你干啥？啊？考烧烤嘞。这次考试个。妹妹他们同学在高头聚会，他们考不来，我去帮忙。同学聚会哦。哎。哎。这边上去耍，挺热闹。嗯。对啊嘛。你咋弄啊？对呀。啊？好棉，快了很。拿来，来，我来吃饭。这小伙伴都没翻身了吧？翻身了，他不全部翻身了。是不是？啊，宫女郎好久没看美女了，快看美女！呀呀，好高兴，好高兴，好高兴！呀呀，老婆她放屁！点了一顿，让他们同学在一起聚一聚挺好的。以前我们也是每年跟同学在一起约着聚一下，但是现在年龄大了，结婚了，都有小孩了，然后基本上都没有在一起聚了，还蛮羡慕妹妹他们的。有没有给我拍的好看一点？漂亮得很。我加个手的。哎，奶奶，见一下吧。好吃吧？很吃。哎呀，你吃不得了嘛！大爷抢了，给大爷抢了。大伯今天是发型好精神了。给大爷抢了。老贼。哇，谢谢姐姐，不客气。好了，拍下来以后，我们再重复一遍。他不回老家了。现在过年基本上都是找亲戚朋友、同学聚会啊，也只有这段时间有空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更新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哎呀，他咬得可热了。看到没有？有吃的带不走，拜拜。挺好的，我觉得。不吃，冷住气。冷住气，我们都冷不住了。不接，不接。不接。哈哈哈哈哈！